应该是有6-7亿的，有一些计算的方式。那大概也是只有台北国际旅展的1/4，啊，虽然是成绩已经是最好的，但是比起台北啊，还是有一段距离。那我们这个部分呢，我们要求啊，交通部观光局，啊，提出具体的一个协助，啊，以及我们高雄市政府观光局。我这个建议就是说，今年啊，我们再增加日本、韩国，哦，那港星马日本，这个。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市场各是10组，一共是50组。那欧美的部分呢，啊，我觉得那个部分因为是距离比较远，你要邀他过来，这个我们也会试试看来邀看，这个第一点报告啊。那第二点报告，事实上这个来参加旅展这个国家，并不是只有展现团，还有来设摊的，